我想问一下雪琴啊，哎，你们毛血旺有剧本吗？沟通都费劲，他说你俩挺有默契的，我说你俩不是挺有默契的吗？我哪敢说我觉得大哥说有道理，小丁为什么能答对第一，他没想到后边人答这么长，确实都不是问题，连下雨都天气，每一分每一秒全都是你，这一刻我已经陷入甜蜜，我的世界回应你的光明。我想我想选大哥，我又被算进来了，因为我发现大哥跟我聊半天这个那个，然后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。真的假的？大哥，需要你的肯定，这样的默契，也不太了解。在一起，突然之间，不用讲什么道理，没关系。凭直觉，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。却又像风触摸不住，回答正确。他平时没有这么聪明。我觉得像老因为他平时那个答不上来。什么都不是问题，连下雨轻点天气，让他说每一秒全都是你，这一刻我已经陷入甜蜜，我的世界回应你的光临。这还不是，这还难了，这还才第一。那唱歌的时候，我看他，他看我，我俩一个也没进。我还以为我想帮助一下你，你来，你来，谁也来不了。